还好吗？灵魂都飞出去了，好大颗啊！哇，这个就是宝石最美的样子，窒息了，窒息了。嗯，老师，你摸我心跳都加快了，我真的，我现在脉搏直飙140。看到闪亮亮的东西，忍不住了。这些宝石啊，实际上它都脱胎于我们桌上的一些矿物，所以呢，我想请大家玩一个游戏。 把它匹配到这个对应的这个宝石上面。哦，这个我们，这个大家同意不同意？我觉得是这个，嗯，我也觉得是那个吧？好，是吧？来第二个，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是红宝石，因为它非常小颗，配了红宝石旁。我感觉这里面应该有一个绿的，应该能跟这个绿的碧玺能对应得上。 但是它有两个颜色的绿哦，对，应该更透亮一点的是这个碧玺绿，我觉得会颜色深一点。好，这一颗是蓝宝吧？哎，都没有蓝色了。对啊，这个呢？这个吗？不对啊。为了找个蓝硬配一下，这个有点像石榴石。对，好，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啊，好，那我现在仔细的看一遍。 哇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！都错了，对不对？没一个对，全对，全对，真的假的？一听有天分的人呀！这个是祖母绿，然后这个是帕拉伊巴碧玺，这个好猜，对对对。那这个是红宝石，这个呢是尖晶石，这个是海蓝宝，那这个呢是绿碧玺，全对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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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恭喜恭喜